你说说，这孩子真是命苦啊！你看那个爸，成天就知道赌博赌博，把家里面的钱啊都败光了。这下倒好了，他自己一个人拍拍屁股就跑了，留下俺俩俩。你说俺俩该怎么办呀？我这实在也是没办法。你说我带了个孩子，我去上班，人家也不要啊。我只能找大凤给我照看几天。谁呀？我啊，来了。咦，小七呀，大凤，来进来。来，小七，快坐。你今天来有事吗？大凤，我今天来确实是有事找你。有什么事？你说，没事。大凤，是这样的，你看，这孩子，你就帮我照看几天吧。孩子他爸丢下我们两个，他跑了，我得去找他，你就帮我照看几天嘛。小七啊，你说我这怎么帮你带孩子啊？我这一个没出阁的大姑娘在家看孩子，别人会怎么说我呀？大凤，你看我也是没办法，我们两个也是好姐妹，你就帮我啊，帮我照看几天，过了几天我就回来了。小七啊，你说你确定就几天吗？是啊，大凤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帮你看几天。我这帮你看几天啊，你要快点回来。行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大凤，真的是太谢谢你了。小七啊，你别说了，谁让我们是好姐妹呢。那你要记得几天之后你必须回来。我知道了，你就放心吧。那我走了。好，那你要快去快回啊。好。看这孩子也睡着了，我先把他放屋里去吧。这孩子总算找到着落了，有人帮我照看了。可是孩子他爸跑哪里去了？这世界那么大，我上哪里去找他呀？这个混账东西，我去哪里找呀？唉，这一转眼啊，一个月过去了。孩子，你说你妈妈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说的几天几天，这都一个月了。我可怎么办呀？你饿了吧？我去给你找点吃的去。妈，妈回来了。你看，我考上大学了。你考上大学了，柱子真棒。妈就知道你会一定会考上大学的。妈，这次啊，我考上大学了，也不枉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。妈知道，我儿有本事，一定会考上大学的。
从小啊，你就省心啊，懂事的孩子，妈欣慰啊。妈，你放心吧，等我大学上完了，我找个工作，挣了钱，我好好孝敬你，好好养你。好，妈等着。妈，这都到饭点了，要不咱去吃饭吧。好，走。这都那么多年没回来了，不知道大凤跟我儿子过得怎么样，我现在得去看看他们。是你啊，这么多年你都不回来，你现在回来干嘛？大凤，我知道你一直生我的气，可是我也是没办法的。没办法，我当年是相信你啊，我才说帮你看孩子的，你这一走就走了19年，没办法，那我就有办法吗？我知道你这些年都过得不容易，一个女人带了一个孩子，可是我在外面也过得不好，刚开始的时候我又没地方住，我也没吃的，我在路边还晕倒了几次呢。你那都是你自己找的，你说你不容易，我就容易吗？当年你把柱子放在我这里，你知道我一个未出阁的姑娘领着一个孩子过，一个村里的人怎么说我吗？为了这个孩子，我这一辈子我都没结婚啊！你有没有想过我？大凤，我知道，都是我的错。可是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才想到你的。你当初你说你走几天，我才帮你看孩子的。谁知道你这一走啊，走了19年，19年你都不回来，那你现在还回来干嘛？大凤。我知道你怪我，你心里苦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就让我见见孩子吧。大凤，你让我见见他吧。不可能，你现在想要孩子，现在我都把他养这么大了，他现在是我的儿子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大凤，你就让我见见他吧。不可能，19年我都养过来了，现在他是我的儿子，跟你没有半点关系。大凤，我知道你生气，你叫我见见他吧。不可能，赶快走，走，不要在我家待着，快走，走。柱子，妈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原来你是柱子啊，过来，你走。留下我们两个，我也是没办法。
才把孩子给你。他们说没有钱还的话，就把柱子拿去抵债，所以呀，我才把它交给你的。大风，你就原谅我吧。柱子啊，我的孩子，你就原谅妈妈。我也是没有办法呀。妈，原谅我好吗？小七呀，你为什么不给我说实话呢？妈，其实刚才你们俩的话我都听到了。柱子，妈，你不用说了，你们两个，一个生了我，一个养了我，你们都是我妈。以后我有了工作，赚了钱，我养你们两个。妈，妈，柱子。